据我听说啊，它是有人妖秀，哇，人妖秀，我没看过人妖秀，所以啊，很适合我们来头一次来泰国，或者是来过泰国没有看过秀的朋友，类似于我。 啊，在泰国那么久，我也没看过，所以今天就也去看一下。趁着带朋友去的机会啊，自己也有一些私心过来想看一下。好的，好，所以那我们今天进去参观一下。好，同时它是一个餐厅，是不是很棒？太特别了，有没有期待？太期待了 ，Let's go，走，看人妖。哇塞，哎，这里好像电影院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来看一下，咱们这边应该是点套餐为主啊，它有一个泰国套餐，和一个西餐套餐。我们肯定吃当地泰餐，对，来泰国肯定选泰餐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给waiter点菜啊，waiter，泰国卡，泰餐，OK，泰国卡。 漂亮了吧？OK，超美，超美，有被震撼到，颠覆想象，真的非常的推荐。虽然我在泰国，我也是第一次来看类似这种秀，我也有被震撼到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是非常认真的，是不管服装、化妆，真的非常强，非常强。虽然这个菜我们没有看清楚，对，现在才看清楚，特别大，特别大，好吧？但是这感觉是非常的有，非常有的感觉。好吧，在缺点美酒，我们干一下，干一下。